甲万爆一枪流马超，请看卖家秀。众所周知，马超克制不祥。不是猴哥，你这暴击把我营养卡密码都打出来了呀！我发现很多人玩马超都喜欢带疾跑这种没用的召唤师技能，不仅没移速，而且没伤害。狂暴才是马超的版本答案。还有你们的这种常规出装已经 out 了。为了重铸马超荣光，我和 QG 超会玩战队的首发分路小胖一起研究了一套狂暴一枪流马超。不是猴哥，这小胖不是打射手的吗？怎么跑去打边路了？还有这个 QG 超会玩是哪家战队啊？我怎么听都没听过。你们两个细狗研究的出装铭文行不行啊？放心吧，我家白龙马用的就是这套出装铭文，跑的那叫一个飞快。俺老孙看你骨骼惊奇，就不跟你谈钱了，秒杀价99元给我上车。你个泼猴，不是说好了不谈钱吗？好好好，都这么玩是吧？99米我直接拿下，花钱的坑我来踩，免费的关注你们点一个吧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测试。这是他的出装铭文和面板属性，血量攻击力双抗都还可以，移速也还可以，最高673，直接上实战。伤害只能说中规中矩吧，没有狂暴三枪戳死一个梦奇。最后这是他的出装铭文。